目前义勇街口，目前义勇街口过了。好，往和强路方向，往和强路方向。好，可能会上大南交流道，请武东学长帮忙拦截围捕，谢谢。前方车车子，小客车，路边停车子，停车停车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下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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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马上！趴下，趴下！现场三个人，两男一女，控制了，控制了。本分局员警于今日凌晨一时许，巡经建寿路二段与巧克力街口时，发现一部自小客车，见警心虚，突然加速离去，警方立即跟车尾随，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，后在东涌街与义勇街口拦截到该车，当场查获安非他命等违禁物品，讯毕后将驾驶及乘客等三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已请桃园地检署侦办。